坐好，谢谢。来，麻烦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一共有三个指标哦，可以看一下。满分都是十分。来，帮我念一下，第一个就是来自于生理、心理健康非常好吗？情绪稳定吗？你睡得好吗？哦，可以想一下哦，你觉得一到十分，你可以仔细评估你的这一个礼拜内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再来第二题，物质享受，起来念下来。常买到喜欢的东西吗？你们要想一下啊。最近我买什么东西都买到，最近人家送你什么东西让你很开心的？你想一下哦。再来人际关系啊，来不及好不好？与朋友、同学、老师、邻居、家人关系好吗？会常吵架吗？这是三题哦，都记得起来吗？好，我先找个时间来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用你哥来一下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这边就是给大家讲一下，你觉得什么事情？这个答案好不好？给大家掌声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来用你的哦，来旁边那边请讲，来请你自己写一下，大概说一到十分吧。来第一题，这一个礼拜内，你觉得一到十分你能记几分？来先写起来，谢谢。给自己几分？第一题给自己几分？一到十分，给自己几分？好，六分。第二题。那我请下哦。来，我最近有没有人家送你什么东西？最近买到什么东西让你很开心？到什么？对，有没有送你钻石？没有，那有人最近送你什么？最近买到什么让你很开心？老板先抢的，最近到什么礼物？好，最后一题哦，这一个礼拜的人际关系呢，到什么？七分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歌哦，来，然后你数学六乘以八乘以七多少？你知道？六乘以八乘以七，六八乘以七，四十八再乘以七多少？是不是336？对吧？哦，来，我分336方程。下一个我请何慧起来，何慧准备一下，何慧在吗？何慧在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是336。我们来问一下，又有人满分是几分？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十乘以十乘以十是多少？一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用名哥只有336分。所以问一下，用名哥，你这一个礼拜你觉得你会幸福吗？可是你的数字表现真的很幸福，可是你数字真的很幸福，这个礼拜。OK 吧 ？OK。好，我们先用名哥那个。我问大家，如果有比赛，我邀请那个学姐好了，那学姐，下一位要一个同学哦，来学姐看看过吗？我们来算一遍，可以哦。来第一题是，我来请你第一题，给到什么题几分呢？这个礼拜，这个礼拜就好。如果你这一块感觉没有感觉的话，这个就越难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总结来讲，要十分。好，第二题，最近没人送你，还是你买到什么让你开心？要十分，七分。最后一题有一分的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马上数学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样是多少？六十四乘以七多少？604吗？好 ，OK， 六，水平很高哦。因为满分1000分嘛，然后那个我们水平到600多分。那水平姐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礼拜你觉得你自己幸福吗？好，谢谢水平姐，来给她掌声。你现在看同学喽，看哪个同学了？有没有人自愿的？
好，所以你七月八号可以上来的。他不要，不要，你上他不要。好，我们再一位，再一位。志强，甘志强，甘志强，志愿。甘志强吧，哦，我记得那个甘志强同志上来的，来上来吧，我要掌声。来欢迎你，来，有其他老师就跟你一样不认识你吗？自我介绍，还不认识他的举手，还不认识他的，都认识吗？都啊，都认识。好，还是有举手，来讲一下。这是我们现在几年级？好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现在又来问你了，来，志强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你觉得这一个礼拜，第一名，一到十分，你给你几分呢？满分了，对，来下一名，来下一名，闹事的，所以你们在吵架都没有。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幸福的，那这样几分？一分。好，那这一轮很幸福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他。我们再来一个红表吧。王志浩，给我闭上。王志浩，王志浩，是吧？我要当女生啦。侯玉婷，侯玉婷，侯玉婷，这个红表吧。来第一名，全部都要给自己十分吧。他又是一个一千分，我们都是要看起来很幸福哦。那这一个礼拜你真的过得幸福吗？你们都来闹事，幸福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姐姐。好，我都没听。还有没有人自己想要测看看的？有吗？智慧啦。好。各位听众，请走一下。李文举手。好，李文，帮我上台一下。欢迎，欢迎他。李文发布一下。好，没关系。他既然跟我们标明了他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计算公式是十乘以十是多少？大概讲多少？一千哦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人到600多分，有人300多分，有人满分1000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觉得那个拿300多分的人他真的不幸福吗？你觉得那个只有300多分的人他真的不幸福吗？对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我们的身体健康啊，真的很重要。所以当你的身体好的时候，你不想生病，你就不要。有时候大家可以出去玩，就不可以出去玩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生了很严重的病，你就只好在家里休息。好，所以有时候你会不幸福。第二个，我们自己享受。那我们有时候可能是要买东西，你们想要买什么？比如说，最近啊，蓝宝石，因为你可能要跟你可能要送给某一个某某人，你要送他礼物，你要送他蓝宝石。好，零用钱够不够用呢？如果你一个月常常两个礼拜之后你就没有零用钱可以花，或者是你的痛点，所以让同学去买冰的时候，买早餐吃的时候你就知道。第三个，这样的人是重要的。因为你的人际关系啊，你跟你周遭的人相处的好不好呢？这个很重要哦。好，可是啊，这种事情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幸福呢？是幸福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第二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只有知道是现在鸡排1块多少钱？现在都5块了，15。好，我们统一定价好了。好，那个在1公斤买鸡排多少钱？在逢甲夜市买鸡排多少钱？100吧，那在哪里？好 ，OK， 我们可能只有50块鸡排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跟你好朋友吃，你会不会感兴趣？跟你喜欢的人吃，你会不会感兴
约会的时候，对吧？对，就有幸福感觉。所以一直呢，享受一定是很代表的吧？好，物质，好。那每个人呢，都有一个想物质、我们的幸福的一个原因。那我们都会追求它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既然是这个哈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是台中基督徒聚会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你们讲耶稣的爱、上帝的爱哈。我们现在不是在正式的文化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一个电话来请，上帝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。在你面前我蛮有喜乐，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好，我们再请一个定下吧。这边把手掌的，再帮我们念一下。那你们可以来寻找上帝，上帝会给我们那个永远的幸福，对吧？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喽，谢谢。